你现在，我哥身体怎么了？你先跟我说我哥身体怎么了？你哥是不是还在抽烟？嗯。你哥怎么了？肺炎。当初在阿勒奈打到肺破洞，还抽烟。你给我张大眼睛看清楚。你哥为了你。 不能倒，也不会倒。乐哥现在在哪？关你屁事啊！别忘了为什么你哥想要断干净。导演，怎么了？ 没有啊，二十块。我最后一百。不用走了。你也少抽点烟哦，不要跟我哥一样。啊！啊！ 哥，你干嘛下床乱跑啊？我上厕所，没事就不要乱动啊！可不可以像个大人一样好好照顾自己啊？没事啦，没事，肺炎哎！啊，医生还有说什么吗？他叫你戒烟，以后不准再抽烟，听到没有？ 点滴打完我们就回去。王子，就知道逞强，管很多。